哎，家里啥菜没有了，去买点。要买些啥？就整点鸡蛋、鸡鸭啥的，记得买笨的啊。把单。说买笨的，我怎么知道他们笨不笨呢？都在干嘛那边的灭火那个？我们那边笨就是新鲜、纯天然，反正就好的意思。笨蛋，我去。你这算是在赞美我吗？我正好出门啊，我买了，要什么蔬菜你就看着买呗。行，那搞点儿菜咯。你要妈吗？那你要妈吗？还骂人呢。不是，你买儿菜一定要看的，要看妈带儿还是儿离妈。不是，这有啥区别啊？就是没妈的贵一点，有妈的便宜一点了。啊，不是说好了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吗？为什么有妈还便宜一点呢？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妈吗？问你啊，你要不要妈啊？我要，我要妈。哎，顺便搞点水果。哎，椰子，椰子不错。哦，那记得买他杀的，别买自杀的。没有活着的吗？自杀的就是自己从树上掉下来，不用动手，那就便宜点。那他杀的就是在他最完美的状态把它摘下来，那肯定贵一点啊。哎，太复杂了，广东买菜还是我去了。这就你买的菜啊？没问题啊，配料广东拉了。人家贴了标签了，为什么不能这么卖？你家二哥买的，够谁吃啊？够，还有很多靓菜吗？笨菜啊，菜你买这么多，他有多笨啊？哎，主要是那个阿姨给了一个广东人无法拒绝的理由，她说是她家自己种的。